来看看。今天毛豆回来了，咱们简单给他对付一口啊。老丈人准备了一只47斤的小羊啊，咱们今天给他烤了。你别说这羊啊，还真是漂亮。咱们把这架子给他准备上。这羊确实是大，这一个架子根本放不下。咱们把关键部位啊打上铁丝啊，给固定住就 OK。终于绑完了，咱们简单点一下火啊。接下来开始点火啊！我天，这风有点大，今天这机器有点晃。接下来咱们得给它点一下，然后把小布材给它架上去。火稍微着了，咱把碳小火点差不多啊，咱们烤羊上架。我天，你开始真是要喝海。真好吃、啊，烤出来的那些脆皮也真好吃啊！是啊，今天能不能再用一次那个方法？可以，这羊确实大，占了一炉子。咱们盖盖，先给它焖上一个小时。但是咱们的小羊啊，一个小时以后就这样。啊？烤的差不多啊，现在开始给它改刀。改完刀以后啊，咱们再给它烤上45分钟啊。味美香甜一把盐。咱们给上面再来点盐，咱们给它尝尝味道怎么样。专业动作请勿模仿。又整下来一片儿，来看看，超级香。咱们这小羊烤的差不多啊，我决定先给它直接下架。把这小羊这铁丝卸一下，给它下架。哦，相当，我要先尝一块，忍不住了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哇哇，相当 nice。真的，把菜点出手去。打个招呼，打个招呼吧。Hello。国庆之后第一次见大家，都是非常的开心。对，毛豆现在上班了。也特别忙，现在是一个人民医生啊，所以说那个大户，对，所以说现在每天特别忙。然后咱们那个开动吧，毛豆。哦，可以。哇，今天这肉不烂，这个羊好香呀，好吃的。蘸点料。好，来点肉。
觉得这种口感给人就比较耐嚼，嗯，是吧？这就羊排这个款式，你包一块试试。嗯，对，撒点料，拿点洋葱，嗯，哇，拿点小蒜。就大酱肥肉这种特别香，嗯，有肥有瘦那种是吧？叫、嗯、叫小嘴，哇、哦，香呀！看见就是那特别棒。哇 哦, 哦，看这块脆骨，它今天就是我的了。哇，嗯，就小放骨，好的不赖的。嗯，正好它肉不厚。嗯，而且里边还也挺嫩，外边是焦的。得来半蒜，吃肉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。这种感觉太爽了，喝点可乐，我都喝点可乐。嗯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！帮我把这个切摆成，吃一个这个，对，就跟飞机一样。我们这儿，咱们这叫什么？切摆蒜，千摆。我不知道你们那叫什么，我也来个洋葱，嗯。